主料小米150克，绿豆50克，辅料食用且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绿豆淘洗干净，泡20分钟，放电饭锅中，加水2斤，煮至豆粒八成熟，小米淘洗干净，放入电饭锅中，加食用键煮开，停10分钟，再煮开，焖10分钟后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绿豆要先煮八成熟再下米；二、要防止扑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